据说两个人即便是睡在同一张床上，也会有人感觉冷，而有人感觉热。为了不影响伴侣之间的感情，国外研发了一款可以控制温度的棉被。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可以分区域进行加热或降温，实现一床被子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温度。最惊奇的是，它还能利用空气动力学早上进行自动叠被子。有了它，再也不怕因为男朋友裹被子和每天谁叠被子而吵架了。